我们刚刚做完有氧运动，今天是星期二，倒计时4天。做有氧运动之前是吃了4克的BCAA 的药丸，然后现在我们等一下有课，所以现在来吃第一餐，苹果醋，这是必须的早上。这里有鸡胸，还有豆芽菜，然后这边有果仁，这个是维他命，这个是补钙，还有补维他命 D 的。刚刚下课，我们现在回到家吃我们第二餐。第二餐我们有鸡胸，然后一些果仁。然后我们今天会喝很多的水，因为很快就要比赛了，我们想每天都要有充足的水分，所以这是32 ounces 水，我要喝大概一天喝8杯这样的水。现在我们吃第三餐，吃完这餐以后我们就会去健身房。那第三餐呢，我们有3块米饼，今天选用的米饼和昨天不一样，这一块米饼只有8克的碳水，所以我们可以吃3片。然后这里有一些果仁，这里面底下是鸡胸肉和胡萝卜。What does perfect even mean? Is there even such a thing? Ooh, can we switch up all the rules and imagine a utopia? Darling, I'm just so fed up with these expectations. They keep weighing me down. My heart is begging me to get the hell out.背部还有有氧运动，那现在我们来吃第四餐。我们这里有一些胡萝卜，还有鸡胸，然后等下吃这些果仁，外加3片米饼。然后我们今天水要喝8杯，我们已经这是第7杯，就是快要完成任务了。今天我买了这个去体毛的 shaving cream。今天周二，我们是时候要处理身上的体毛。那比赛的时候，你不希望身上有很多太多的毛发，因为你上油颜料的时候会不好看，而且颜料也不好溶进去。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上半身前面还有后面还有后背的毛都去掉，因为你有可能你身体会有不适，会有过敏反应。提前4天，我们先去一次体毛，然后腿的话，小腿也要剃一下。
What does perfect even mean? Is there even such a thing? Can we switch up all the rules and imagine a utopia? Darling, I'm just so fed up with these expectations. They keep weighing me down. My heart is begging me to get the hell out of my head. I'm gonna live inside the upside down for a minute and pretend. 要洗澡，我们会用这个洗澡，让你皮肤保养你的皮肤的。然后我们会泡一个澡，这个叫 Slim Soap， 它能把你身体的水分、皮下的水分排出来。那我们这里已经有了。我们刚刚洗完澡，现在吃最后一餐，现在是12:30。这一餐我们吃的是水煮鸡胸，然后一些果仁，同时还要喝苹果醋。